就是说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不是创新，是在创旧，那把旧的东西拿出来重新排列组合，用现在人听得懂的方式下去做诠释，它还有很多可能性。我们就主要是做粤菜，那所有食材都是师傅自己早上现煮现买，那新鲜食材下去做搭配。里面的糯米吃起来就是非常口齿留香，然后上面的樱花虾也给的非常豪迈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台湾百味。